每局只要有一个会玩的你就拉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还有一个会玩的，哎呀。这机器人打一年，这个腰带，我最讨厌这件装备，你给我换一个。你无论给我什么我都能用，但是我就用不了这个。这完了，这装备好像有点出错了。我腰带开局，他给了我一个攻速加全套。哇哦！这份工作不是为业余人士准备的。这不三，不拿升级，拿什么升级？我一手三阶之力。别叭叭，好好看啊。我为什么没有上妖精却上了一个青钢影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下边上琴女。这不卖了吃利息，不卖也没法卖，差一块。
哇，地下魔道团之魂。但是他没展出来第三个弟妹呀、啊。一队装备真好啊，两星琴女，不要这个琴女，我们要个鱿鱼。这琴女拿了，合了不合适？拿一张鱿鱼，怪兽。你以为我要连败？哼，我要开始连胜了。下边给我一只王八，那两个人要给我打五个人呗。瑞文，瑞文换机器人啊，但机器人差一个两星啊。换鳄鱼啊，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早说呀，该现身，有道理，走吧。大棒，腰带，琴女扔一张，卡我的 money。我第二个，我希望他能给我个头子。
这个人这么狠吗？那我只能撇一张机器人了。来点 money， 法宝啊，法宝先不给。你老急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很急吗？给我滋他！给法宝赢了，猴哥不给法宝，给鬼叔，给他妈法宝，别叭叭，这把分儿百分之百有。你也就只能吃吃分儿，怎么的？那云顶之弈不吃吃分儿还干啥呀？不是你这话说的好像有点问题，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聪明，不太聪明的样子。鱿鱼带眼泪儿，卖个鱿鱼吧，一会儿再递。这个眼泪鱿鱼是选秀拿的，这边打完四十多滴血，给点装备正好可以。
真难得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由什么组成的。该现身。左一没拿到，可惜。看看啊、哦，装备怎么给？把一个攻速给他住了，大剑。有别的吗？龙息葬死。来个龙刀法爆，有没有两星龙王啊？挂一手。全套龙王啊，也可以要。完了，我这个套给大虫子。这家伙，你也不想赢啊！我一看，
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没有淘气包啊。我没有淘气包的情况下，我把它左一传后排也没有用啊。那我传它干嘛？我还不如传个妖精过去呢，传个妖精吧。要是龙王能有个法爆就好了呀，没法爆啊，有点难受。传送门，电刀，有大棒呗。完，那我只能一手破防者了。死得很痛，我会将你善用。六只鱿鱼，那粑粑人可以撤。粑粑人换个鱿鱼，非得要个妖精吗？不要妖精会怎么样？试一试。要妖精没吸血，鱿鱼不要。龙息在此。让我们来看看。别给鱿鱼了，你也上不了三。别给了，给左一。左一能不能升个三？三费之力。
粑粑人也不要，粑粑人又不是三费之力里边的，我要它干嘛？我的左一呢？我的左一不是淘气包出来了吗？刚才直接死了。没啥有用的玩儿了呢，给玩儿吧，来件装备吧。我一能升个三不？阿尔卑斯这么猛，也行吧，也行，这把我可以接受。这把的第五名我可以接受。再来吧。